你怎么在发抖啊？是啊，一点点的。我看他这样还真的会有点像。像哇！哇！哇！他其实没有很乱，其实还不错啊。嗯嗯，喝个水嘛。可以拍电影了啦。可以拍电影。这边。入口以后啊，是吧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吃起来感觉？我不敢吃肥肉，是因为好像在吃人肉这样，好像在吃人肉这样，好像在吃人肉这样，因为它就是软软这样子，我就有那种感觉。真的吗？你有吃过人肉吗？没有，就是你对人肉怎么会吃到人肉的？好 ，OK， 第三道菜。请上菜。哇，这个感觉还是肥肉，还是肥肉，还是肥肉。没有啊，这个虾子啊，虾子，粉丝煲啊，石井。哎，这个有没有？就刚刚站在外面你们那几个粉丝有没有？变成这样，是人肉了，那变成这样。来，盘子来，一人一只虾了啊。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虾子一定喜欢。哥，吃多少都 OK。真的啊，来，谢谢哥，来。粉丝要吧，要来一点。哎呀，哎，肥肉不要啊！哎，肥肉不要啊！哎啊，啊，没关系啦，就这样了，摆着就好了，摆着 ，OK 了。好，这样吃虾，吃虾。哇，就这样吃，然后访问，然后收视率就来，还可以拍电影。啊，哎，那等一下好了，那么忙，好听吗？你慢。怎么没到？对啊，其实如果你对，如果你不想吃肥肉去讲，没有关系，还是说不想拍宪哥的电影要跟他讲，因为他这个人很少开口。他如果要开口的话，你没有答应他，他会没面子。您叫康康，不许他演一下。你跟他说我已经不太高兴了，就是说演一下。啊，所以你如果真的不想拍，你要好好跟他，你跟他讲，你不要好像要又不要啊。到时候他已经跟人家说，我找到吴尊了，可以了。他这样子，结果不堪设想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俗语说的多好，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。谁叫他参加我们的鸿门宴呢？对不对？我现在上去就要对他发飙，我是愤然离席，留下他，我离开。那个啊，哦，正点，哎 ，OK 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像香港那边就差人马选好，我女儿 OK 嘛？那我可以客串一个角色。你不行啊，不是双生双旦嘛？我女儿特别四月飞回来台湾演这部电影。然后白星会 OK 的嘛？我这里 OK， 你 OK 吗？他这第一部电影，你这第一部电影你就拼在这一把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正好机会，海报就是你背部全裸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光是逆光的，浴室里面逆光出来，有一点水汽，然后我也不让你没表情，你转过来是有一点微笑，看着床上那个少女。那好奇怪哎，不会奇怪啊，都讲奇怪了，不会，还好吧，怎么还好？还有这个，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其实还有艺术的 feel， 那他好吧，也有机会考虑一下。没有，现在没有办法，因为人家钱进来，我们不能跟人家讲说角色还没定啊。假如剧本不能改哦，剧本可以修，但不能改。所以那个裸是一定要有，裸一定要有，因为未成年之爱，这种太成熟了，不会太成熟了。因为假如我是好像不要像梁朝伟太，现在也不要给人家压力。不是，我现在不是压力，对，也不是因为我个人投了1亿2000万在里面，我直接告诉你好了，我这1亿2000万是借来的。你这是要你不要借啊，我压力更大。我告诉你，你看你们从出道到现在，我是怎么样在对待你？有些人很照顾我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知道。我这1亿2000万，就是我最后一笔钱了。
有你的话，我海外的卖付全部 OK。不会啦，啊，不会，真的没那么好。哎，帮我。没有，我讲真的啊，信哥帮我们那么多，那这一次那么好。我跟你讲啊，最好的摄影师，最好的灯光。好吗？不是啊，如果不要演就不要演，没关系。宪哥也不是那种人，他不会说你不要演他就不爽。不是，你是这样吗？不是，那你我现在是1亿2000万投在里面。不是，你以前拍的，你拍的那个电影就是不能看，都是没有啦，太搞笑了。哎，因为电影跟综艺是不一样。没有没有，那你讲清楚，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你现在又回来？没有，不是。然后我刚下去，我听到你在跟他讲说什么不要拍。没有，我是好意了，因为人家现在很不是，我现在围成这样，然后你后面还放我一炮，你那我们现在怎么合作？没有了，那不是啦，我是好意，人家肥猪肉也吃了嘛，他没有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吃啊，他吃完他吐出来啊。那刚讲好说，你不能人家不拍你电影，你就这样讲人家、啊。没有，刚讲好就是来，要不然你不要弄这个单元嘛。那也不是我弄的。面对两人的争吵，无争无助的盯着经纪人，这个僵局到底该如何化解呢？你想？没有啊，那不是的。我是好意，人家肥猪肉也吃了嘛。他没有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吃啊，他吃完他吐出来啊。那刚讲好说，不能人家不拍你电影，你就这样讲人家、啊。没有，刚讲好就是来，要不然你不要弄这个单元嘛。那也不是我弄的、啊你。你讲说这个菜不是啊，我才第一天回来，为什么要这样子搞？不是嘛？你看他也不吃嘛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因为他们时间真的很赶，赶好吧？要不然，因为他们本来公告是给我们到那个8点，那现在已经超过了，那我们可能就先做一个。不是啊，我也赶啊，对不对？那。那前面刚录这一块，这样可以用吗？我听公司的人讲，嗯，怎样？说，电影 OK，OK。他们说，你不要为难啊，你不要拍就不要拍，有什么关系？他有他的决定嘛。他说，假如档期，假如有档期就 OK， 还是你跟我老板讲。好了，我清楚了，公司。然后公司回我就是哎，因为刚好什么什么又不行，不是啦，你一会儿要说要录这个单元，然后现在菜又不吃，那早说就不要录了嘛，那早说就不要录了嘛，那早说就不要录了嘛。只有别人敢，那我小咖我不敢呢。你干嘛这样讲？不是啊，你这个闹什么脾气啊？没有，你如果不要拍，就跟他说不要拍，没有关系。不是啦，这个不能这样子嘛。现在你比他红啊，干嘛？早就看他很不爽。不要拍啊！但是，对啊，你不要拍就跟他讲，你要拍又不拍，要吃猪肉不是？那我在旁边帮你，我是因为我女朋友很喜欢你，我是对你很有好感，我才帮你。要弄到最后，他变成说我在讲他什么？算了，好了好了 ，OK 了，没事了没事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他现在对方说只有一个条件了，现在吴尊也不能拍嘛。他说，除非是我来替他的位置，但是他们要求我要正面全裸，我 OK 了，我 OK 了嘛。好了，我们在整理了啦。真的？你还演吗？你还演啊？你还在演？我告诉你，你三个兄弟要联合起来骗你的啦。什么未成年之爱？对啊，我就想，奇怪，为什么这样？吴尊，你有没有被我跟宪哥吓到？刚刚他一拿这个给我打掉，我告诉你，两个兄弟多好。单单凭刚刚这一段，我就应该拿到金钟奖最佳男演员奖的啦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啊，哪有这样？没有吃。哎，我刚演的好不好？你讲真的，好，有没有把你吓到？有点吓到会人。啊，你完蛋了你！明天网络上你看多少人在公干你？不会，吴尊眼睛含着泪光了哦。没有哦，没有，有，从头到尾都是在帮他。有含着泪光哦。有吓到吗？会不会委屈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有已经委屈了，有吴尊要哭了啦。没有，真的啦。没有没有，真的会委屈吗？好了，我为了要赔罪，好不好？来来来。
好吧，没问题，把肥猪肉吃无端的，把肥猪肉吃完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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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为了你，为了你，没事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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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啊，真的没什么，好了，那我们会有这个建议要开你玩笑的原因是你三个好兄弟。对，他们一开始就知道，他们一开始知道，从录 opening 就知道，怪不得他们一直在那边说去演啦，去演啦。营养人根本不想管，他就一直吃，他就也不想管。我跟他们讲说不要啦，我不忍心，因为吴尊人很好。我以为他在那边思考，然后就说，不过先跟康的演看一下，对啊，我一下子要演鼓励你，一下子又叫你不要演。好了，恭喜，我的才最难演，恭喜整到你了，陈哥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觉得摄影师也很会演，我良心发的蛮演。没有，我发觉他们一直在拍，他们一直会在拍偷拍，是不是？代表对对对对对。还有刚刚拿我们两个是真的良心发。我们摄影师是从国展那边借来。刚才呢，就是怎么讲？因为我很想拍电影，然后。宪哥就说，突然间跟我讲有电影要找我，所以听到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办，要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讲。然后剧本是要全身裸，那我公司肯定是不可能去拍这种电影，因为之前他们因为看世界，他们有一次在问，假如叫你演，你会不会演？然后我就说不可能，这种戏不可能。所以我在心里面已经很确定说，应该是不可能演这种戏。然后他们另外三个又一直跟我讲说，可以考虑啊，去演啊，害到我更不知道怎么跟宪哥讲，到最后才知道就是假的，然后害到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吃到，因为在那边一直担心，对，就是担心说到底要怎么面对。可是现在还好啊，就是公司说这个店里面的巧克力啊什么，我要吃什么都可以。OK 啦，没问题。好险你们是整他，整到我绝对整不到。不是因为不太可能整到。我跟你讲，改次我们就来整他，看他怎么样。我只是怕在那边落泪，是吧？刚才你没看到我很认真在骗你吗？因为我想说装作一副没事一样。那假如我真的是流眼泪，你们是不是很内疚？不会啊，我们会觉得成功，大成功。爱了没有问候，不需要星座预告，大天使听得到。